AV 女小泽，倒奶扭啰赞人仔。35E 混血 AV 女优小泽玛利亚在日本好吃香的，早年拍台湾戏《绝命派对》，又拍过印尼搞笑片，可能见同乡苍井空开拓中国市场。最近袁莎央莉同周防雪子做 3D 肉蒲团之极乐宝鉴，在香港台湾都大卖，人气即时飙升。佢都唔输蚀啊，日前杀入大陆添，出席北京一个活动，穿着渔网丝袜同两个男伴跳辣身舞，玩到兴合合，仲随衫露纹身啊！呢只性感小野猫咁识做，即时多好多 fans 啦～